比赛来到了第四局了，看看陈梦上手位，哇，球点输，1-0，就是率先得一分，赢的这两局都是11-2，自由的这八球，好的，斜线交付起来，哇，这个线路挺怪异啊，记住，斜线穿直线误算。是不是这一局他肯定得拼了，陈梦赛点局了嘛，大梦上逆转啊，这一局拿下得了，别拖出决胜局了，拖决胜局咱们整太难了，想起来，哇，直接出去，记住3上了以后3-0，哇，四个字，这个球运气好啊，弹到球杆的边了，开局3-0，陈梦的发球直接长球就4-0，这是啥球啊，开局，哎呀，开局来个0-4，不管是运气也好也是练啥也好，陈梦能打出11-2的比分，说明他实力还占特别大优势。好的，哦，漂亮，来了，陈梦100，这球伤自己，0-5，这球绝对伤自己啊！你本身你主动进攻球，你都打退台了，你还直接还失误了，你这不扯吗？哎呀！四合子发球，太漂亮！我猜1-5，马林不整不好要叫暂停了，暂停没用，马林现在搁里坐着，现在也懵了，一想这咋整啊？赶紧给文浩打电话吧，文浩啊，这球咋整啊？这个好的，挑起来，反手直接弹网，我行。这一个不知道咋的，不行给刘国梁打电话，刘国梁搁看台搁坐着呢，拉倒吧。比赛继续，现在看看陈梦的发球，连续进攻，漂亮，6-2，大梦这一局能否再逆转？其实这种球其实是大梦是最喜欢的啊，直接小斜线。紫红丝直接长弹，连续进攻，僵持起来，反手，哇，漂亮，弹网了，7-2，这球打的真帅呀，比赛继续，看看4发球，挑起来，正手腕，连续进攻 3-7，1-3了，陈梦这个球斜线左右拧拉，正手位一个带来穿个直线，刘指导说林呐、要不能停啊，要不能停，不能停啊，哎呀，陈梦反手居然弹网出界，8-3了，你听不到你们，那这一局陈梦先玩起了乒乓球，开弹了，没心思了，陈梦决胜局还真不好说啊，决胜局啥都可能发生，咱不能打到决胜了，想连续的反手，再得一分，8-4，继续看比赛，看看斯托克斯正手位斜线连续进攻，又弹网了，5-4了，完了，四个字，四个字来到了本场比赛第四局的局点，10-4，这一局愣了啊，拖着决胜局了，准备决胜局吧，林呐，准备决胜局吧，林的扒他的，
哎呀，漂亮，11-4。